吃一家叫做 Jewish Boy 的 Hamburger， 翻成中文叫做犹太男孩。他的 Hamburger 就是比较经典的美式口味，不是像麦当劳汉堡那种哦。据说是非常的好吃，等一下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Let's go。它在个公路的旁边，它叫做 Jew Boy， 就是犹太男孩的意思哦。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。你看它的 Auto City 超漂亮的，这边的人好像很喜欢用灯泡点缀，就是户外的餐厅呢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现在户外餐厅越来越有名了哦。那我们就一起进去吧 ，Let's go。这是我们的饮料，这个是 root beer， 这是达士，对，还有很多不同的饮料可以选。我喜欢这边哦，我觉得坐在这边吃饭好有气氛哦。另外一边的那个 outside seating 比较漂亮，可是那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，所以还是坐到这边来了。这边就是圆圆的桌子，噔，那我要来消毒了。阿叔，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戴口罩，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化妆了，很轻松，蛮开心的，就喜欢这种很自在的感觉。我在外面就已经可以闻到很香的汉堡味，它的汉堡的那个肉都是现煎的，所以有很香的味道。哦，我的饮料是这个 Root beer 是其实是沙士，它不是啤酒，就喝起来很像黑松沙士的味道。然后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球双麒麟进去，它就会变成 Root beer floating， 就是双麒麟浮在
沙士上面，很好喝。好久没有喝到 root beer， 待会再吃给大家看。Later， 汉堡来了。说什么特别？肉好多，好厚肉。这个比较特别一点，薯条。吃起来。这酱感觉蛮特别的。岛酱，真的很甜。这个真的太大了，它比一般的麦当劳汉堡大很多。感觉就是肉很新鲜，然后一样有生菜沙拉跟黄瓜，还有起司。很好吃哎，它的肉很 juicy。他们这边好像很喜欢双黄瓜，很酸哎，我觉得它双黄瓜有点太酸了。我觉得薯条蛮好吃的，汉堡的话就还 OK。好哦，那我就继续吃咯，待会见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吃完饭之后要去吃一家冰淇淋店，是手工的冰淇淋哦。在美国就是常见的甜点就是冰淇淋了。他们可以把各式水果做成不同质感的冰淇淋，有双淇淋或是一般的冰淇淋，或者是有点像冰沙叫 sorbet 的冰淇淋，不同的口感，各式奇怪的东西都会加进去。像我之前吃过最奇怪但是非常好吃的是培根蛋黄口味，他把培根放到冰淇淋里面，那真的是超级好吃。那等一下去看看美中的冰淇淋店有没有美东的好吃，我之前吃的都是在美东纽泽西跟纽约的冰淇淋，就去看看德州冰淇淋好不好吃吗。 Let's go。 草冰，这家是草冰，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冰淇淋，然后它会上面会撒一些 topping， 很像 cold stone。Do you like it？ 好哦，今天的影片还喜欢吗？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订阅，帮我按赞，这样我就知道哪一种影片你们比较喜欢。跟着 Angela 去旅行，我们主要就是拍一些旅游美食，然后深入当地文化。跟一些就是食谱分享，所以如果还喜欢我们的话，请订阅我们哦。那跟着 Angela 去旅行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